我们的院生都很喜欢画画，所以就是他们看到这些很漂亮的花朵以后，他们回去都可以把这些他们看到很漂亮的画把它画下来，然后变成他们很丰富的作品。那他们刚看到这些花的话，真的是哦，你们刚刚看到那些花觉得怎么样？漂亮，很漂亮。所以他们其实就是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很美的事物，其实对他们拓展生命经验或是他们的创作都很有帮助。摆个 pose 吧，好了，来，谁要拍白色？我们来拍一下，来，赶快摆一个 pose， 赶快行。来，兄弟来，兄弟来 ，OK 了，可以的，拍的，拍个 pose。来，很大训练半天而已。就是早上，可是我们到工作职场去训练。那我们的工作职场就是说，可能人家的楼梯、办公室，然后住家这样子。那我们今天就是到那个第一福利基金会的辅具去打扫。然后我们下午就来这边，我有先跟他们讲说，我们可能来这边赏花、兰花啊，他们就很期待这样子。所以我们早上就做得很快，然后就吃完饭我们就过来这里。好，香蕉甜不甜？